欢迎大家收睇《美食公道官》。话说香港近嚟有好多关于食物嘅关注组，其中就以芫茜同反芫茜嘅关注组最为有趣，甚至出现咗国际讨厌芫茜日，仲有歌厅添。刻在我心底的愁绪，成分和小麦都出世，不应该接重新一次。啊！我又覺得我會諗起呢一樣咯。你可唔可以繼續揮俾我？不過，竟然澳門有一間素食餐廳竟然推出咗芫茜系列嘅美食，所以我哋嚟到位於海明居附近嘅 Figa Figa， 我行我素過嚟試下啦。我係保安大嘅侍服員 Osvaldo。Hi Queen。我哋今日咧就嚟試服嘅，咁希望梗係好食噶啦。Let's go。我哋行啦。佢哋今次期間限定嘅芫茜系列總共有六款，包括芫茜燕麥奶。奶蓋特濃芫茜汁、芫茜青檸梳打特飲、芫茜新豬肉餃子、芫茜香煎素帶子意粉，同埋淡淡芫茜新豬肉漢堡配薯角。第一杯係咩嚟嘅咧？芫茜燕麥奶其實冇我想象中咁服喎，即係佢係有好重嘅奶味，然後再出翻嗰陣芫茜味，所以我就覺得好似唔係我想象中嗰件事。我以為係會嗰種。好青好草的味道，不知道是不是呢，我觉得呢它好像第一啖喝下去好像好辣黑，就是那个什么胚芽好辣黑的味道，然后之后就会慢慢带一些芫茜味，但是因为我本身是不喜欢吃芫茜的，但我都不觉得好难喝。嗯，我也是，这个是可以接受的。因为收音的问题，所以这杯奶蓋特濃芫茜汁就等我讲了。它的奶蓋是纯素奶蓋的，就这样喝就会有一阵淡淡的香草味。至于芫茜汁的冰感会有点重，比较难喝到芫茜的味道，有一次我会觉得搅拌过后饮咧，口感亦都会比较顺滑嘅，而且味道会比较合理啲。好啦，我哋而家终于嚟到最服嘅一杯啦，我自己觉得。Oh my god， 金宝绿水嘅 friend 啊！绿水，金宝绿水。Oh，L， 我净系饮到青柠味啫。吓？哦，我发现呢三杯嘢咧有共同点，就系你饮完之后咧，佢西味喺后面先出嚟，即系你唔会话你一啖饮落去就哇。呢杯好明顯就係芫茜汁，佢係之後你飲到，即係好似頭先燕麥奶啦，你飲到燕麥奶嘅味，之後先再飲到芫茜嘅味，喺後邊淡出嚟。嗱，其實呢三杯嘢咧，老實講咧係可以入口嘅，即係就算唔中意芫茜嘅人都可以試嘅，我自己覺得。呢個係咩嚟嘅咧？呢個係新豬肉芫茜餃子，我哋試下先。我覺得佢個皮好厚，不過啲新豬肉咧，因為始終係素食啦，你唔會食得出佢真係豬肉味。跟住西味咧，系由内而外一起爆发出嚟。佢入边咧有芫茜啦，跟住出面咧呢个芫茜饺子汁咧又系芫茜。我反而觉得我食唔系话好出咯，佢个芫茜味，我食到佢肉味好多，但系佢个肉味系同平时嘅肉唔一样噶，就有阵奇怪嘅苦味。呢个价钱嚟讲，我一定唔会选择佢咯。跟住咧就系呢个芫茜素带子意粉啦。我唔知咧，佢个青酱咧，系咪除咗芫茜咧，会有其他罗纳叶或者乜嘢咧？我反而覺得佢個醬係冇咩芫茜味，反而係因為上面啲生芫茜嘅味比較出啲。我覺得係會有少少辣嘅個位喎。啊，係啊，有少少辣咯，但係佢個 menu 上面完全冇寫過呢一樣嘢會辣嘅咯。同埋我覺得偏淡咯，即係如果佢係有辣，但係佢係淡得嚟嘅辣咯。我覺得食落去好似安麻綠嗰啲面咁樣咯，加兩條芫茜，真係我覺得個店員望住我。嗱，就咁食一望咧，你會覺得係大字嘅，一咬開咧。就可以拆开，你就好明显 feel 系菇嘅。咁我觉得呢一嚿佢整体咧会比较淡啲嘅，呢一嚿咧就会咸啲。系啊，但系佢都煎得几香嘅。我一开始咧第一啖嘅时候，我系，唉，我系觉得成口盐啊，因为佢系极咸啊。而且咧佢最唔一样嘅咧就系其实佢呢个面系极咸嘅，但系佢中间系就本身嗰只菇味系啦，就冇咩味嘅。啊，老板，唔好打我，唔好闹我啊！跟住我哋试呢个芫茜新豬肉汉堡包，咁我咧好似咧你喺郊野咧扑亲咧，跟住起身只手染到嗰啲草啊泥啊嗰啲混合物咯，就系呢个样子，就咧成个包个望落去咧，我觉得好干。佢肉咧系有少少肉汁嘅，然后啊唔系，其实佢唔系肉汁咯，佢就系有啲水嘅感觉啦，同埋佢包系真系干嘅。个新豬肉咧个口感咧系真系好似你平时食嗰啲免治豬肉咁，佢有一个胶质咁样。即系特登整到好似豬肉咯，但系佢嗰个草皮酱咧系真系草味嘅，我觉得草味大过西味。我就觉得佢芝士系冇人哋嗰种咁咸嘅感觉咯，即系人哋啲芝士会偏咸少少噶嘛。如果一定要拣一个，我一定拣呢个奶。
我都是揀三杯嘢飲。我就認為呢次嘅系列飲品會好過食物嘅。三款限定食物咧都味道偏淡，雖然就冇咗嗰陣好奇怪嘅素食味，但係味道嚟講真係淡咗啲。各位鹽西同好者會覺得鹽西佢味唔夠咯，而三款嘢飲鹽西嘅味道都係偏淡，不過飲品咧味道就有層次。鹽西嘅存在咧就係好方便，去到如果可以嘅話，我覺得你一定要叫老費特錄鹽西一個。Yo， 我哋終於都食完啦，你覺得點啊？我哋咧埋单咧计埋加一咧就360嘅。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入边嘅服务态度系好好嘅，因为咧我一入去嘅时候咧，我放低啲袋啊嗰啲，佢哋即系嗰啲服务态度都系好好啦。但系呢个西餐咧就可以再努力下，再先下。我自己觉得其实佢整体嚟讲啊，盐西味咧唔会话好出嘅，即系有好有唔好咯。通常都系嗰啲爱西嘅爱好者先会食噶嘛，但系佢哋就会觉得可能冇乜味。但是相对来说我不喜欢吃盐西，我就会觉得味道我可以接受，但是价钱我不可以接受。今天的事情就到这里了，记得 follow 啦、 subscribe 啦，同埋留言啦，或者想有什么要我们试的话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的。记得都 follow 我们两个的 IG 啦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